上面有乌烟，有乌鸦。先打开电阀，然后打开放气阀。确认罐内无鸦。无鸦，然后打开罐盖。前面很大不？大大大。然后装灰。从这里装灰，装完灰之后把罐盖关上，然后接紧，关上盖，把罐盖拧紧之后，以后打压的时候漏气一定要拧紧。运输过程中，那个卸料阀还有放气阀不要关闭，以免这个运输过程中形成那个负压。到卸灰地点，然后把胶管拿下，放到相应的灰塔上，那个接头上插上，接好。卸灰之前，把碟阀关闭，放气阀关闭，滑料阀开到一半。进气阀全开，滑料阀打开一半，进气阀全开，就是调给你打到相应的位置，你以后就不用开了。哦，往这开，然后打开钥匙。挂到这个位置，挂到这个位置，就是带动空气。大到八百转就是850转，哎，这个是油门，这个跳转速快嘛。然后开始打气，确保放气阀和卸料阀关闭状态，保证不漏气。然后打压，确保转速，保证转速达到900转左右。当压力达到0.2个压，那时候先打开助推，打开助推阀。然后再打开碟卸料阀，慢慢开，一定要全部打开。然后卸料，在卸料过程中一定要确保转速。这罐里面气，这看那个压力表，达到0.05的时候，就大概这个位置，就证明里面会卸完了。然后去关闭柴油机，把档位接到空档位置，然后熄火，关闭柴油机，关闭电瓶开关。然后打开放气阀，把罐内余压排空。把罐内压力排空之后，确保罐内无压，然后把灰管拆掉，装回车上。此时打灰已经完毕。